来，副院长是不是这位女士？副院长是不是？来，你解释一下，你要不要解释这样子来？那个，你也是评议委员，我是遴选委员的召集人。遴选，好，来，你讲。那我们整个遴选过程是翁院长是没有经手，也完全不。翁院长是不是遴选委员？不是，遴选委员是由评议会在去年10月选出来的，也是评议员选出9个人，那我们就组成了这个委员会。委员会以后就征求。对，我知道，那细节不管了。现在是你，请你针对我媒体这样报道说，在投票以前，透过李远哲的他的一个不管怎么样，然后让你们投你们的选举办法改变了。以前不是这样，现在变成排序了。其实以前怎么做，现在怎么做？其实办法没有改变。什么办法？以前的办法就是每人至多投3票，啊，同意。那在当场，其实提案的现在有改变了。以前是3个是都够3个，张三、李四、王五。现在是第一名张三，第二名李四，第三名王五。有啊，怎么不？对，当然改变了。现在改变方式，改变了，可是怎么没有呢？吴继明是一样的。那当时提这个案也不是李院士。是当时提案是我想我不必在这里讲，就不是李远哲就对了。那就当时提那个原因是说，哎，这样子我们投票的话，那一人一票，可能就是一，可能每我们4个人投了3个人都是65票，没有办法分。不会啦，六十五票就取2个再投一个而已，没什么了不起啊，这种东西就是总统锅嘛。不过就是当时的这那个副院长啊，你别不会再讲，你越讲越忙越黑啦。我们这些立委们呢，什么本事没有？搞选举会都知道了哈，就知道选举怎么选的哈。我希望我们的就1、2、3跟都打过是不一样的，是重大的游戏规则改变哦，不是没有变哦，是大改变哦。我不管是出自谁的手了哈，即便就不算不是出自李院长的手，可是媒体上报道。改成改序，而且是什么时候改的？我们当时有人提案以后，当场改啊，当场改啊。等一下，太可怕了，还没有Telemo这个东西，不是，难怪人家现在骂死中央院长。还没有投票的时候，是吗？大家说这样子，我们全局在还没开始出拳以前，坐在那里改变，然后开始打，拜托，这个不是民主啦，中央院是标本都民主，中央院为了这几件事情哦，真的一塌糊涂。真的生意一塌糊涂。我去什么？你们到现在为止还大喇喇的敢去 defense？ 你去改这个呢？改这当然不对啊，怎么可以改呢？你怎么可以改变成一二三呢？你本来每一个人都 equal weight， 这3个我认为都可以，然后才不然你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嘛。你要改可以，你按照一定的程序，你3个月前改。有，你不能当场改啊。说我们你是当场改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有经过评议委员2/3通过。我知道，这当场嘛，这当天改的，没人这样做的啦。评议会也还是对啊，是同样的。副院长哦，你是副院长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人这样做的。如果今天的立法院呢，绝对先做的啦。我们当场也有，懂得法律的不能这样做啦，很难看呐。我告诉你，这样子很难看呐，你请回吧。